爸，干嘛呢？没干嘛。歌唱比赛，你要参加歌唱比赛？我就是看看。看看。你这次考多少分？你知道吗？82分，把我这老师的脸都丢光了。我让你唱歌，让你唱歌，我让你喜欢唱歌。你放心，你去我家，我跟我妈好好说说，让她给你爸打个电话。他们大人之间沟通起来总是比我们方便吧？对，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啊？应该是没动手吧？我们这样偷听不好吧？走吧。那也不能不管小黎了呀。再听一会儿，听一会儿的。为什么一点声音都没有？你说会不会？